存诗的声音总是那么震撼，充满着舞者的力量。他那鹤啸冲冠的牙关弓，衬托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彪悍的拳风却又不失灵巧飘逸，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玉鹤如玉殿，败事摔三丈的感觉。每当我练拳之时，存诗那掷地有声的音调总在我耳边回响，故而面对这份文化的传承，我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偏离。存世的话总是那么言简意赅，总是那么形象而贴切，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金风殿前，武林精英，鹤群祖庭，传承着中华武道精神，英才辈出。这一优秀拳法从战场中走来，是烈火金刚铸就的武魂，是南少林千年文明淘洗而出的璀璨明珠。每当我细细揣摩，都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冷兵器时代的战场技法，都在存师传教拳械套路中得到完好保留。存师的言谈总是那么富有深意，总是那么一针见血，道出了咏春白鹤拳的风格特点，给我们留下了区别咏春白鹤拳与其他南拳的不同之处。咏春白鹤拳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其技术传承在繁衍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创新过程中，难免丢弃部分以往技术传承，可存师的训语却始终引导我追逐传统本源。存师的语调总是那么平和亲切，总是那么富有哲理。存师长命百岁，身体硬朗，以80载春秋之武林生涯，见证了横跨两个世纪的咏春白鹤拳传承。他老人家书虽读得不多，但在武林中见识广博，阅历深厚，故而看人看事都挺有见地。历史的空间是久远的，可历史传承的瞬间却总是那么短暂。当我们从静态的历史开始思索这一文化动态未来的时候，历史与未来则同步召唤着我们。今天我们见证了历史，未来将见证我们的今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今天的著书立说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推敲，故而我常以存师之传教而为修身至己。我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武术家，看上去要比同龄人年轻5岁，作为一个武术修行者，要比同龄人具备延长5年运动生涯的能力。这种感悟与感知伴随我走过了数10载春秋冬夏，也赋予了我一副好身体好体魄，不至于病恹恹的交拳
而贻笑大方。忆往昔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跟随存师追寻白鹤踪影的我，也已步入中年。转眼间，存师也已驾鹤西归16载。如今鹤群祖庭已焕然一新，中国永春白鹤群使馆的建立，促使这份文化正朝着产业化方向高速发展着。永春白鹤群文化产业主体市场正在鹤群祖庭逐步形成，因此各种形式的永春白鹤群纷纷登台展示，繁荣着鹤群祖庭。白鹤冲天凌云志，金风朗月造地坤。春去秋来，这一古老泉树得以蓬勃发展，得益于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将其打造成永春人特有的一张国际名片。这一中华武林百花圃中的奇葩，作为永春南少林千年文明的一份积淀，其历史传承区域是很广的，而不同区域的传承风格特点自然不尽相同，但敬奉方七娘祖师却成为大家的共性。这一清代中华杰出女性被誉为武林巾帼，其大爱一生传承着一种慷慨、果敢、有原则、有立场的生活态度，延续到当代李小龙，成了中华武术繁衍拳种最多的一个武术流派。方七娘也成为中华武术唯一在正史典籍中有记载的创立拳派的女性。试看今朝，鹤群祖庭风起云涌，论剑桑梓之景象可谓宏大之至。纵向的人物传承翻开了横向的历史长卷，横向的区域传承向我们展示着纵向的历史更替。正是古寨雄风起，烟岚四野生，琴音掀海浪，剑气卷秋风，老鹤衔云翼，苍松傲雪晴，万春开美景，盛世百家名。这一悠久历史文化向我们展示着它那多元的魅力。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对这份文化的思考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平面思维，我们应当以立体思维空间来看待这一文化未来的发展态势。因此我全面思索着如何将方七娘这种大爱的武道精神融入鹤与中华的拍摄。这份心灵深处久久的遐思伴我度过了10载春秋。我努力地思索着这种大爱的武道精神在剧情中完美体现的情节设计。
当我再度拿起尘封之笔，对未来叙述着千年传承的时候，这份文化在家乡的变化之大，深深地感触着我。见证历史，开拓未来，是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本意。愿我梦中的白鹤，在家乡政府的呵护下，得到更好的弘扬与发展。唤醒那一只白鹤，白鹤振翅，唤醒那千年古刹夜的寂静，终是镜中有动，是谁在月光下舞动娇柔的身躯，每一朝每一时都犹如梦中的白鹤。你看那白鹤展翅，看作千金之力，是柔中带刚还是刚中有柔，究竟有谁能切记生命在风雨中流逝的传奇。你看那白鹤展翅，看作千金之力，是阴中有阳还是阳中有阴，究竟有谁能解其奥秘，在风雨中长流的痕迹。感恩关爱我们团队成长的朋友们，我们将以方清人祖师那份大爱的武道传承，身体力行的展现和保护好这份文化，来回报您们关注的目光。